娘亲，柳儿，是你吗？娘亲，孩儿好想念你。你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吗？是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？柳儿，生死离别是人生常态。你爹爹终究是解除穿心虫的控制。我最近心痛，该不会是爹被吐露青虎洞的秘密？不要怨你爹，他只是贯彻自己信念的男人，一切都是娘的不是。娘，穿心虫已死亡，你也有好多朋友支持，我应该能安心离去。可是娘好舍不得你，看不到你打扮漂亮，嫁给云儿。义母，娘，别走，让柳儿再陪你说说话。夫君，为了柳儿，我没办法制止你杀害火狐族，这是我最后的遗憾。诺狐，二姬，对不起你们。娘亲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若无恨月长远。回想当年初四郎何等甜蜜，愿由召唤弄的此恨相逢孤苍咽。为什么画面卡还有一半呢、啊？我等一下重来一次。新六，趁狐人原理未散，我将令堂送入运神珠。诺狐，你不怨我吗？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良心惨。请永远记得你娘亲的爱，我没有办法原谅这样的恶计，也没有办法去恨他。我会的，诺狐。哎，画面真的，哎，画面可以过去。长老，我来迟了。小雨郎，我不会让你伤害我族子孙的。长老，我是诺虎啊。小雨郎，别以为你喝了狐仙的血，有着初级的变化神通，就能假扮诺虎博取我的同情。是我想以这样演法再次欺瞒我的法眼。诺虎，长老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击败他了。长老，你醒醒啊，醒醒啊！这长老也是废物啊。应该是火属性的吧？干，好痛！我的妈！为什么打那么不痛啊？没东西偷。也是麻痹，是不是？暴乱激光！哦哦，这个连击，帅啦！没有白养你。
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子民。火焰仙剑，哇，血祭仙剑。长老，木户不得已对你出手。不要紧，你回来就好。只可惜我族气数已尽，人类浩劫将临。九尾狐仙大人，你终于现身了。为什么我族为王时，千呼万唤，你都不予回应？你们只是我九大子孙脉流之一，火狐族灭族噪音与二阶叛族潜音，还有诺虎与吞天的差池，自然界生存优胜劣败，由不得我出手干预。但这怪不得二阶与诺虎，要是江霞与江玉兰一般的性格，诺虎就是第二个二阶，但若江玉兰像江霞一样良善，二阶就是第二个诺虎。与人类来往，怕只是他们无有止境的贪婪邪念，阴间地狱只是作恶中报，情有可原。就怕人类自己弄出人间地狱尚且不够，还要想男子仙灵诛戒。只可惜你这顽固的子孙墨守祖宗成规，一昧闭关自守，不知结合人世的力量共同对抗强敌。要是未逢江玉郎、孤苍燕，早晚练成上神诀第九重神功。一个突破闪仙、地仙、天仙、自魂的狂妄人类，会放过我们吗？我还被知错了，希望能有一丝挽救的机会。该做什么？你不是应该很清楚的吗？哇，五万呢、欸？哎，五万才升一级啊，烂死了！长老，你讲我。从我现在起，我受祭由你继承火狐圣女之力，只是这次没有族人可以守护了。你身上流着火狐的最后一滴纯血，好好守护自己，守护人类。你为何要投出修炼千年的内脏？加你会，狐仙大人，拜托你了。长老，长老，你们全部都离去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怒虎，王者已逝，不需回首。自然界的儿女很多都踏着父母肩膀而出头了。这内脏现在有些用途，你们选择吧。我现在心都很乱，请公子帮忙做决定。增加九尾狐仙能力是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必要啊。我们等一下选其他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对话就好。我们这边先选正确的哈，我们要选狐鹰哈。让我施展还魂之术，我将玉成珠中火焰的魂魄送给灵方一庙了。谢谢狐仙大人，谢谢公子。完成他的遗愿，我要回去了。孤苍夜与江玉兰两大魔头现世，这事他不知会如何走下去。和灵方找长辈商量吧，大家一起想，应该能想出解决的办法。如者随愿。丢，这根本是楚留香的家嘛。九大双骄的五绝神功啊，谁跟你欧北龙棍？
这是楚留香的家。求求我们公子等人。不要伤心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邪恶大王魔幻镜子正满市场，绑架开发人员，叫我去库房店盘点，回来的时候刚躲到树的后面，才没有被抓走。什么？有这种事情？前一阵子有很多家游戏公司受到盗版袭击，无法正常获利，只好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大家都没国产好游戏可以玩了、啊。这样可不行，我们应该想想办法帮助他们。他们走到哪里？盗版魔王将开发人员分五批绑走，至于是哪里不太清楚耶。总之，请你们一定要帮忙救这些同事们，不然下套游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做得出来。啊，另外一件事啊，剧本魔盒交代啊，以后风能院正式更名为 UJ 热血学院啊，学院啊。虽然制作游戏要疯子般的坚持与热忱，但是听起来不太文雅，而且分工越来越细，也分出专职的研究人员，所以有改名字的必要。哪里跑去啊？啊，要走回家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月亮上的热血学院吧。那我想想，松鼠。公司有点在波兰岛上 ，OK， 走。哦，因为那个往生咒是事先放的哦。嗯，都弄好可以安心睡觉，靠呗。我想找信誉良好的镖师，将片子送药后包装出货。整个过程中不能让母片事先流出，因为游戏尚未发售，市面上都有盗版或流窜。只可惜我爹已经帮不上忙了。啊，这样就走了？哦，好。地下天际的幕后英雄科比，科比啦！啊，没有敲敲，搞动！啊，王子已经被敲死了。好，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剧情啊？啊，算了，跳过，打赢。别以为救了我们就没事，你们这些的骂咖，来开发基地接受不该的考验吧！你们这么强，为什么还会被抓？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去下个地方。这就是我们坚强的3D 阵容开发基地，等着你们。好，就完了，就完了吧。好，就完，走。地下经济的幕后英雄，好，就是他们。没东西，好，再见。该死的悲鸣，这么晚才回家，这些受困的日子变迁，我该找谁发泄？玩家会自己找你挑战的。那好，我们回开发基地。可恶的霸子，因为走一趟才落入他们陷阱，我要赶快回去解决测试人员提出的问题。跑真快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为何到处出入阻挠我烧天铺货的管道，挡人财路，十分罪恶的事情！我不会让你们救走他们的。
好，谢谢胜利。什么挑江云啊，乱讲话啊，无聊，我的肚子有点饿。喂，老大，怎么故意被抓过来，好好休息的。这件事情只能心里想，不能让老板知道。现在游戏制作的资源量拼命增高，每个台湾人员都喘不过气来，最好是有些天灾或者像我们被抓来的人祸，不然根本不可能休息嘛。黑妹黑妹，这剧本习惯不好，每次都写一大堆有的没的，排都排不完，每次一定抱怨我开这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你写的。一想到回校做的没日没夜，怪我、哦、你不知道这全都是遵循老大的大纲外加写作的会跟渲染出来的吗？大家在这边抬杠也不是办法。老板去寰宇之星开会，很快就回来。上次热血破产没烧，再不回去工作，一定被修理。去本摩托说的事，你们可别想打混回去工作了。一群神经病。游戏产业很血汗啊，这倒是真的。你们再不来救我，就没人做说明书还有赠品了、啊。对啊，再不来救你们就买不到 bug 被捡到最低的星爵山啊。回去就去赶工了。结果 bug 还是还是不少啊。好，完成，然后换悄悄。警察一听脑筋急转弯，熊猫医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我选三，答对了。行销的工作真的困难，为了把游戏推销出去，还要对抗恶子的谩骂，就是酸民嘛。所以正常玩家意见该虚心接受，部分不孝的人在寒暑假等游戏热卖时节，会上公司网页各大游戏网站发动油盐灌票的行为，令一些新进玩家耳目混淆。哎，这是阑尾啊、哦、这是阑尾的工作。由于市场大小盗版猖獗的问题，台湾游戏业界的薪资偏低，这些开发人员燃烧热情在努力制作游戏，但长期下来这是不健康的。公司也希望经营得好，多发些奖金红利，有待各位玩家多支持正版游戏。可惜到了2020年，到了2021年，薪资还是偏低啊，完全没有改变，过了18年了。可怜啊。没有吗？啊，迷香，这不是幻想三国志的人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读过《幻想三国：神州游侠儿》这款游戏的线上小说连载吗？要选哪一个？读过。真的吗？那我来考考你吧。《幻想三国：神州游侠儿》的主角名字叫做……幻想三国中刁蛮任性女主角刁琏是谁和刁三的女儿？吕秀莲呢、欸？儒家是谁的侍女？孔明，孔明吧。主角杨仲的父亲杨晓的著名剑法叫做……主角杨仲的外公花雷人又称玉面判官。太好了，你真的全部读完。幻想三国预定年底发行哦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可以同时玩到战略、角色扮演两种游戏。充满武侠神话的三国时代，就等着你去探索。儒家，怎么这 bug 是？送给幻想三国神州游侠儿的漫画，希望公子好好珍藏。
啊，不是送我漫画吗？送我一个尾巴。嗯嗯，这是有趣的漫画。我还以为三国时代这只有一堆战争，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有趣的故事啊！好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很忙很忙，都已经那么忙，还接受你们挑战？哎，算了，服务管家是基本的工作。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很强？我靠！好，玩弄命机也不管了。没东西偷啊！打赢之后，玩家演的战士测试人员，只要多注意公司消息、电子报等，就有机会第一手玩到游戏。表现良好，可以转换我的特约身份，赚些零用钱呢、啊。然后刚刚拿到什么？筷子枪是不是？筷子枪是给谁装的？筷子枪，嗯，还是那是道具。反正刚打赢他们，就是拿了一个筷子枪。可是怒火可以召唤宠物啊。你不要一直跑啊！别闹，没看到到处奔走，只会找一只看不见的小虫吗？啊，你们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个空间？莫非你们就是 bug？干，你才 bug 吧？你以为你是夜，你长得像夜南天一样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干啥痛？错误的逻辑。二进制，好，晚安晚安。啊，战斗大概都是这样子啊，很多一样，长一样嘛。这次应该可以打，有有。想要击败邪恶大魔头，就一代神赐的力量，就让我赐予你们无比的力量吧。什么力量？UZ神剑。好，谢谢。九龙生火罩，这是在战斗中播放图形处理等地方做蛮大的变革，为了更高的运算效率，牺牲了许多假期拼命赶工。当然，还有专门研发细部函数的同事，还有一些小游戏的程式，有点害羞。这次没有出来跟大家见面，也要一起谢谢他们。什么？要和我运输林峰的五队的那也先和熊老大霸个码头。口胡口胡，有本事过来啊！一定是怕了吧？口结口结口结，凭你们这些废柴想拜我，还未过班呢、啊。问号攻击，好弱，8000而已，丢香蕉，我的图不丑，我靠，不会不会没有，合体技是剧情学到的，一定会有。好，战斗跳过，好，答应。拿到 UJ 超级小刀，能拜我虽然没有点本事，不枉为我们辛苦设定造型。下次作品男的可以画帅一点，女的一定要画得更美。
给我包子，去免谈。你们没有包子，就没办法了。敬请密切注意圣界魔域的开发状况，我当然二D设计工作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由于产业环境不佳，游戏开发研究院没时间做，只好用旧的楚家中原。真对不起啊。UZ 超级小刀，一看就知道是给江霞装的。哦，是美工刀吧？我没时间弄哈。我要替我娘报仇。什么东西啊？是，要和我对打，谢谢缠面金毛美术魔头再来。欢迎来到不能越美术区，找魔头挑战不用爱一，强制终止游戏，请按主机上的 Power 键。什么？我们只是从圣剑魔域来支援新决战的超量3D 工作，你要不要我们打、啊？好吧，那就打吧。这小子就偏偏想打到游戏界的多大魔头。我们来看他招式长怎样哈，感觉很强哎。好了，我们要弄秘技了。这款游戏就是让我使用秘技的。不要加暴了！九，我们看错啊！嘿，好，我按 B 了。哇，还蛮痛的。我们都是被显赫塔魔王屠戮共同头了，帮我们打我狗痞子吧！游戏界的和平就交回来各位身上了。好可怜哦，放心交给我吧。打印打印，打印之后拿到 UZ 防寒手套、女金刚石项链跟花朵石。熊掌一点都不好吃，不要吃熊掌。这跟姓名有关。要是有模型战斗角色，应该是熊。目前在练 FFC。其实新决战组合在魔头要求下也很辛苦。最后告诉你，要装备九龙神魔罩才能击败无敌的勾当魔头。要和我对打，先去谄媚金毛魔美术魔头再来。这个造型有点像钢之炼金术师哦，钢筋炼金术师。我就是人称天下第一的美男子，金毛哎，来吧，葬送我的潇洒。我要怎么葬送他？谁跟你造型一样？你的模型是我们做出来的，你的动作也是我们调出来的。兄弟们，开扁！我要替我的招式报仇，我要替我的特效报仇。你们的电脑为什么不去升级一下？哇，僵硬好大只哦！啊，感觉很强。阿尔，根本就是阿尔。美男子剑法，苦秘美术功，金刚飞拳 ，UZ 王巨擎 ，UZ 木屐。啊、哦！这次大家郭大魔头督促下，都死心办事，做出丰硕的成果，玩家好好给他转身呐、啊。跟到我做个场景没？在这块大陆发生那么多特异的事情，结论就是地球太危险了，赶快回火星吧。
可恶，下次要叫我爹蔡九来打埋伏。这是什么梗？请记得支持《圣剑魔域》这款好玩的游戏。刚刚是拿到什么 UZ 木屐，对不对？有趣能源加热泡汤的爱用品，用成五种木头混合制成，只是一半脱鞋，但是。你不知道我们要赶进度吗？火线很大的，一旦轮到我们，我会让你挂点哦。进度赶成这样，我快要发疯了。玄二，还有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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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我很满意，可惜本游戏不能编排超过此物的东西，不能服务广大玩家。这样吧，给你们一点奖赏。玩家提这么多建议很好，可是这次多幸父母起始，都从男女感情的结局，差一点写死那剧本魔头，我也是排的要死。这次饶了我们吧。是。本来我这人蛮搞怪的，设计了很多好玩点子增加游戏性，不过据说试玩版的反应大家都觉得太难。可恶，你们这些懒惰的玩家，难道不会用心想一想破解办法？内部测试的老玩家说，说简单，你们在浪费我的测试时间。老板又说要体谅玩家，要教学，要逐步指引上手，还有两面不是人。难度已经降到很低了，明明前面教给我的东西，后面又不会。回去回去，还想挑战本魔王？先把五星香和宫体都已经攻得弄熟，再来受死。小弟，跟魔家路好一点吧。云哥，现在来不及的吧？来开打。你们打的连点是怎样？你们打点点点是怎样？为什么编排魔头没有参战？他的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理你们。瞧不起玩家吗？要是还没排完，游戏都不能如期上市。这还差不多，那他还是赶快赶完进度比较重要。好难打哦！我要休假。我靠腰！要是没有命，我干只能打一滴是怎样？还有九龙生活罩对不对？糟糕，那我要重来，忘记了。其实先胜利再说了，会拿到上神诀。每当看到国外游戏可以做到那种程度，而自己游戏却因为大盘市场的限制，游戏获利有限，所以不敢做得更大，也不能做得更好，就感到意志消沉。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，难道就如大盘魔王所说，堕落是人的本性？看样子大家都不要开发单机游戏算了，全部都去做线上游戏。假如这是游戏厂商防止盗版的最后生存之道。老实说啊，他预言成功了，真的大家都去做，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去做网络游戏。喂，玩家有什么问题？我看我们工作人员都私下抱怨过大魔头、龟毛机车啰嗦不可理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说来话长，不论推荐是不得已的事情。这时候老板该回来，老大，你要跟老板报告进度了。哇，我数值平衡调整到一半。脾气怎么这么差？
接近游戏收尾的时候，要日夜加班，肝脏运作不好，火气爆高。你们现在可以去会议室看看老大老大是怎么叫回老大的。其实你们每个人我都很喜欢哟，如果有机会，最希望能你们一起泡茶聊天。哈哈，想到我女王，我好疼爱吗？哦，想要受皮肉的欢迎，教教你们吧。哇哦，这个总好打的吧？哎，2000D是怎样？我家里有事，哪一呢？女王亲 ，UJ 同军神应该是给顾小仙呀。哦，终于，啊，好累哦。因为是较敏感的，希望玩家多多给予指教。喜欢哪一首、哪一种风格，以后比较能掌握制作方向哦。这次星爵山的工作分量真是大，里面那么多美术人员都赶不完，还要我们直接接战斗工作，还有物品等。反正外包最重要的是时间，品质与合理的价格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可恶，明天前往交两篇新闻稿文案要写，可是还没人抓住，黄奕的事情不知道办得如何，还有那杂志广告，为什么版面配色不搭调啊？为什么外包也出状况？测试用电脑还不送的，是谁在处理的？好了，别抱怨，我不要求品质，就换老板要求我。啰嗦，闭嘴！快给我加班，赶紧的！真是，玩家要的新功能做了没？没时间，我管你的，就给我伸出来！还有你，对，就是你，不要假查资料，明天偷偷上网摸鱼。资料备份了没有？工作日志有没有更新？妈的，我是来做游戏还管杂物的？天哪！啊，原来是亲爱的玩家，你们借给公司的意见还有网络上的留言，我们都有认真在看。大魔头，上次玩家提议的点子处理的如何？老板，你也是研发出身的，应该知道大家都很努力在拼的。可是时间不足，体力有限，玩家建议如滔滔江水，源源不绝，我们就算做到死也做不完。虽然有道理，但是这不是理由。制作游戏就是燃烧创作热情，让我看到你们决心魄力啊！啊，我的小宇宙又重新燃烧起来！靠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自焚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上班人的心声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咦，不见了。好了，又在选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好了，宇峻科技的做就是的游戏啊，就是会有这些跟幕后团队就是稍微对话一下，感受一下他们的心声啊。好了，今天游戏到这边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星爵传说三》的游戏故事啊，也喜欢这个 UJ 热血学院的故事啊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